好了，我们到了祖母绿湖，它叫 Emerald Lake。这边是它的厕所，然后这里边有一个五星级的酒店，像度假村一样，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们看看地图吧。然后这是整个 Emerald Lake 的地图。然后当然了，同样还是有英语法语。我们上次走到那里面最里面，那时候可以绕一圈的嘛。是的，但那一圈上次下刚下过雨，很湿。Emerald Lake 祖母绿湖，这里也是有一个湖的。翡翠祖母绿就是一样东西吗？叫翡翠湖，对，当然也是可以。然后冬天的时候同样这里都会结冰，冬天的时候可以来这边滑冰或者做那个冰上运动。然后夏天嘛，当然可以这边可以游泳。游泳似乎是不行，但是划船可以。但这边划船就会比 Lake Louise 便宜很多。如果大家要划船到这里来， Lake Louise 总共60到80一个小时吧，这里估计啊，你看过了？看过了啊，那就跟 Lake Louise 差不多。算了，还不如去 Lake Louise 划呢。Lake Louise 就一片湖，它这里面。这边的湖比较大一点，是吧？深一点，比较大一点。里边有一个五星级的度假村，在这里边睡一个晚上，应该是很舒服才对。然后这条路就是这个度假村专门开的那个路。哦，看这湖水，这湖水绿的有一点，对面就是山崩。山崩那个英文叫 avalanche， 山崩之后造成的一片出来的一片就是空地吧。哦，在这边划划船还是非常的惬意的。你看这个湖就没有粉色的，那个湖有点粉色。哪个湖？是吗？这个没有那个。所以它叫翡翠湖嘛，它就是绿色的嘛。整个就是绿色的湖啊。这湖真的就是绿色的，天哪，太美了。浪高水急，然后那边后面是山，还有就是自然桥。自然桥很棒。好了，小明之家的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是要往回赶了。去哪儿呢？我们要去 Moran Lake， 就是最最有名的明信片的莫莲湖。 OK， there you go。我们到莫莲湖了，这可是明信片，是啊，那边就是 shuttle bus，
那可是明信片式的景点啊，是整个班夫国家公园名气虽然没有路易斯湖响了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景色应该是比路易斯湖更漂亮的啊。同样这里也有一个度假酒店啊，坐在这边每天早上爬起来看那个景色呢，真的是无敌的。好吧，然后我们准备往前走。好的，到了啊，这边的水也是异常的绿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哇，这山，然后在最上面那个地方就是能够看到它最好的一个景色，然后很重要 Moran Lake Lac Mohan， 同样是英语法语啊。哦，这边就是上山的路了啊，说上山其实也不是上山了，这就只是一个很小的山丘啊，一路上会有很多的土拨鼠啊，根据以前的经验是这样，但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。哇，果然有那个上面在窜发窜发，我已经看到了。然后慢慢往上走，放个 F 走，哎呀，小明之家的朋友们，这条路我可是爬过很多次了，为了大家我再爬一次，带大家往上看，走吧。 Allons-y。GoPro 还是不错，防抖性能还是很强的，再次称赞一下，但是是 GoPro 7。哦，好，我们山顶上再用我们的那个尼康的那个相机来拍。 Let's go up。哎，好多人在下山上山，好久不锻炼，感觉已经有点气喘吁吁了，特别今天还穿了哎呀拖鞋，我了个天哪，真不适合爬这地方，算了。哎呀，哦，这边还是有很漂亮的风景，哪怕即使你没有看莫连湖，一直看上面的那个山峰，上面还是有很多积雪，很漂亮。哦，废话不多说，继续往前。看到我后面的山峰没有？我前面差点滑了一跤。一边说一边爬山，有点痛苦啊。Let's go。